逃离三只火锅跑酷。威诺蜜子，饭菜还没有做好吗？你知不知道我肚子很饿啊？妈妈，你不要拿着棍子站在我身后，我害怕。知道害怕就别给我投篮，否则就是去当厨子也没人要你。妈妈，菜做好了，你尝尝吧。下次动作再这么慢，小心我削你。这是什么难吃的东西？你是不是想毒死我啊？对不起妈妈，我错了，你不要生气啊。我说你真是会气死我，养你不如养条狗。呀，糟了，好像一不小心把它打死了。算了，趁没人看见把它埋了。糟了，这是抽风了吗？妈妈呀，我撞鬼了。你放开我，糯米糍，你这是要把我带到哪里？三只妈妈，你不是最爱吃美食的吗？那我就成全你，把你做成一道美食。不要啊，糯米糍，好歹我也养育了你这么多年，总不能以为我说了你两句就要煮了我吧？但是我刚才被你用平底锅敲了之后，你并没有第一时间把我送往医院治疗，而是随便将我埋在了后院。那不是以为你够呆了吗？谁知道你生命力这么顽强啊，就像我们家厕所里的蟑螂一样，怎么也打不死。你过去对我的种种，今天我就要把你放进油锅里烫一烫，当你变成三只辣条以后，你就能知道你平时做的事情到底有多么过分。为我不要被煮啊，你这家伙也太毒了，我不会松手的，要煮咱们一起被煮。